想必说起张一山，看过家有女儿的朋友都会知道，今天小编给大家说的就是娱乐圈的张一山爱恋曝光。爱恋曝光之后一下掉了百万粉丝，或者就是成为了第二个鹿晗。很多网友粉丝都说张一山眼光差，就像当时鹿晗和关晓彤公布两个人在一起之后，也是一晚上掉粉500万。鹿晗也是为了自己的爱情付出了很多，一下子掉粉那么多。张一山和宋妍霏也是一样的，前一段时间张一山也是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，根据消息说张一山和宋妍霏两个人一起去的，张一山也是为了保密不得不去参加这档节目，这样的话节目不曝光，但是对于两个人的感情并不怎么看好。张一山这次掉粉也是跟鹿晗一样，张一山的爱恋被曝之后也是掉了数百万粉丝，其实粉丝真的没有这个必要。小编觉得不管张一山选择和谁去恋爱都是他的自由，我们作为粉丝的就应该去尊重他祝福。